各位好，我是苹果爸，今天这一回来跟各位分享 OLOK 2024图块的新功能，它新增加了一个叫图块取代的功能。好，我们早期必须透过程式或透过一些比较复杂的方法呢，去帮我们的椅子呢换成这个新的椅子。那现在很简单哦，你只需要选取其中一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到插入页签，跟他说我要做取代，他会请问你呢，你要换成哪一张椅子啊？我换成我现在目前使用的这个椅子 A， 点选之后呢，就直接换完了。那如果你要全换呢，你可以选它，按右键输入 T， 它会选取类似物件。OK， 再来呢，选择取代，一样会有个对话方块，让你去做置换。你也可以点选呢图片中既有的图块物件，点选之后呢，迅速做更换。好，这是关于图块的取代功能，非常方便。那有更多 OLOK 2024的新功能的探讨呢，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做研究、做讨论。你可以在影片下方做提问。好，那我是苹果爸，如果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呢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请密切关注我 OLOK 2024后面的一些安装跟新功能的分享。好，我们就下回见，拜拜。